你究竟是何人？打更人，许七安。哎呀，天堂啊！大件事情变化万千，很多事情你不知道，并不代表不存在。查案、巡街、抄家、监察百官、收集情报，这是打更人的日常。你可以叫我徐三，桀骜不驯是武夫。结果打更人考我的规矩是哪个瓜皮想出来了嘛？看似离经叛道，精准的把握顶头上司的号令。功夫茶台，好，上道啊！端正的生活作风，严谨却又不失人性的执法态度。我是看军中的日子究竟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知不知道现在有一个恶疾叫近视眼？平民也好，富商也罢，他从不勒索敲诈，但是心中一腔正义，行事自有章法。养不愧于天，福不作于人。我虽是个小人物，但亦有自己的坚持。小小喽，匹夫一怒，去你的！